要来开赌盘，阿吉手是怀孕，靠，这有什么好赌的？哦，我的荧幕又不见了。我要开始哦。看你这荧幕也不见得太快吧，才刚插好。Go go，有那个台湾人选项，你必须，那你就赌台湾人就好啦。那你就赌台湾人就好啦，对不对？机会大啊。台湾人哦，干，赌盘还不先关。抱歉各位，我们赌盘打一场又要重开了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干，不是是怎样？操你妹的！好了，我们这样打完，直接再开第二盘了。怎么那么容易遇到台湾人啊？这妈的见鬼啊！快说你是台湾人！开赌盘啊，遇到台湾，我日本出生，操你妈，这怎么算啊？干龙白痴啊！我也要赌！干，这怎么算啊？干，太北西了。这怎么办？
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守生者永不屈服。战场等待着我。不然，把这选项拿掉吧，然后我们这场钱还你们吧。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其实我原本那时候打说对方要承认的这一点是指对方如果是条码人，我不知道他是台湾人的话那就不算，我原本的认定是这样子。因为其实我原本的想法是，我们要知道他是不是台湾人，其实很简单啊。但是问题是，他如果今天是条码人的话，我没办法知道嘛，所以我才会写说对方要承认。这我原本的，我原本本意是这样子。
放置在能量浴场内。圣堂武士出动，一个敌人都别。天空等着我，你容易。我们的战斗的时放无限金手都爆了。我渴望出勤的危险。Pour the love。你需要更多。这艘船舰将进行分叉。进行分叉。幽灵，幽灵在进化。基地正受到攻击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威尔，你的探测机正受到攻击。金矿场已经耗尽。为了临近核心已连线，狙。还吧。我想玩重组，可以让我玩重组吗？来，新赌盘。啊，玩重组。然后我刚刚那个刚刚那一场，我觉得我设定的这个，应该说我原本的打那个的意思啊，是指对方如果是条码人，那我们知道他是，譬如说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他是不是台湾人的情况下，他若有承认才算。那种已经是 ID 的那种，一看就知道台湾人的，我觉得是我们有办法认定他是台湾人的，那就开台湾人选项。那但是这是语文解释的问题啊。所以刚那场有争议的话，我就把那个先还给你们，那一场就不要算。玩人类的话，我这个排名战跟非排名战，用我杀的分数用人类去打，一定是被虐。不用啊，我人类那么强，我不用练也比他们两个强哦。好，好了吧，上喽。我到时候三三会用随机吧，我人类那么强，我到时候我反正我随到人类，我就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枪林弹雨，好不好？枪林弹雨，枪林弹雨般的鬼雷。枪林弹雨般的鬼雷啊！哎，很难练好吗？很猛好吗？已经有 YouTube 了吼！来，我来宣传一下那个枪林弹雨般的鬼雷多强哦！枪林，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打个枪应该就有了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哎，没有哎、欸。
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孵化。哎呦呦呦呦！打个枪就有了。孵化。很累。来，你们看这个精华。你们在那个搜寻那边打个枪就有了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打人类三八空投器蛮烂的，我觉得不要打三八好，太烂了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哦，好像没出死神哦。但是他这个开局他是出火车，我想想，我觉得还是出蟑螂好。他等等那个挂附件是挂给应该哦，他会先出枪兵嘞。是出蟑螂快攻，能量不足。金矿，能量不足，我们需要更多孵化更多王者。那好像太多那个，好像做太多蟑螂。我们需要更多高能瓦斯，能量不足。好像出太多蟑螂了。我们需要更多。我们孵化更多王虫，干出太多蟑螂了，北西。能量不足。哦，他应该没感觉哦。靠，好亏啊！啊，干，亏死了，太烂了吧！
没二本怎么办？我方部队受到攻击。我觉得我要死了啊！这波 A 挂我就爆了。孵化更多王虫。我们必须将它放在重开上。能量。我方兵虫受到攻击。操你的，终于爆了。太烦啦、啊、这个我方部队受到攻击，虫巢群受到攻击，我方部队受到攻击。
我方部队受到攻击，孵化更多蝗虫，我们必须将它放在重开上。金矿场预警号，能量不足。小烈靠战战到啊，加鸡鸡啊，一字林加十二分欸，欸我打到排名战了，欸我打到排名战欸，我以为我打的是非排名，就没想到我的名次又往前了一级。我以为我打非排名，搞错。你看我的虫族实力跟我的神族实力差不多。既然如此，我们继续用天梯来打好。请你老师，拜拜。啊，等等，哦，我的画面又没了。啊 ，OK， 靠，重插，他们还是没画面，走吧，我看不到聊天室了。Yogurt T， 没关系，看不到聊天室，表示我可以非常专心的打这场战斗，专心致志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我等一下把我的狗池放到这位置，我想要打一个17D，然后先爆一波狗去 A 他二矿，然后补农民这样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，孵化更多蝗虫，孵化更多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，叫他比较难侦查到了。他可能会以为我裸霜过来的时候，然后他就要搞不好细节一个不好，就多补一只农民之类的，多补了两只农。
需要更多金矿。哇，他也是个细节帝耶！他的狗直接是放后面，哦哦哦，放这。他裸霜，把你的矿给咬爆。孵化更多蝗虫。看一眼，我们需要更多能量不足，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能量不足，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金矿，能量不足，我们需要更多金矿，孵化更多，我们需要更多金矿，我们需要更多金矿，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，能量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，我们需要更多金矿，我们需要更多金。我们需要更。我方工程受到攻击。我们需要更。
断。我方部队受到攻击。我方部队受到攻击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我方部队受到攻击。我们需要更搞得有点实力耶，这个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我方工程受到攻击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需要更多金矿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我方部队受到攻击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金矿场已经耗尽。我方部队受到攻击。我方工程受到攻击。我方工程受到攻击。干，GG。好不好？这个虫族，其实我刚刚如果先出一点点狗把那个门口这边咬掉，搞不好这场我会赢、欸、我刚太偷了，我刚多出个大概四条狗吧，两个卵把这个岩石咬掉，拖他那个时间我非常出来，就刚那一波被打超伤，一零一一一一。哎、欸，我这个，我就是那条雌鳟鱼，双萤幕完全没有反应呢。谢谢你教我二七，来补送一下辉哥的告白红包，人帅真好。告白红包？哦，哦，感谢，哎、欸，这是水火金塞，火金塞30枚。
他点了 Taylor Swift You belong with me， 你和我在一起，你属于我的。 You belong with me 是和我在一起的意思，应该是吧。哎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火星塞，谢谢你。好，走一场，这样打完就要开盘啦、啊。这场来抱抱他狗吧，被看到，靠腰啊！啊，算了，反正他第一点是看我这，没差。啊，既然如此，都进去看吧。音乐大声一点，音乐太小声了，真的假的？那我等一下再放一次好不好？火星塞，我真的再放一次你刚刚那首歌，这样打完。想跑。孵化更多，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
能量不足，能量不足，孵化更多王虫。能量不足。Fighting！靠引刀，操！部队受到攻击，我方工程受到攻击。我方部队受到攻击，虫巢全受到攻击。操！引刀。哦，这。我们虫巢全受到攻击，我方部队受到攻击。虫巢全受到攻击，我方部队受到攻击。我方部队受到攻击，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他应该没料了吧？我再盖一个防空塔，超稳欸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，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，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还有矿哎，你敢信？靠，他有矿欸，你敢信？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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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手痒着。你是要打团战吗？我们需要更多金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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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孵化更多蝗虫，孵化更多蝗虫。我好想赢他哦，上次被他虐。转圈就是在 delay 跟辉哥的直播 timing。如果说你转圈转得很严重的话，你要 F5， 不然的话你会很延，你会很累，很延迟啊。就你看到画面可能是很久很久以前，在村庄里制造出来的画面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，我们需要更多金矿，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，我们孵化更多蝗虫，孵化更多。我方工程受到攻击，干，烦死了。妈的，终于死了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
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我方工程受到攻击。金矿，虫巢全受到攻击。哦，林老师哎，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我们需要，我方工程受到攻击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啊，好烦了，怎么那么？那么鸡巴啊，这人类，真的是愤怒的小鸡巴哎，这个 ID， 人如其名。哦，不对，愤怒的是我，不是他哦。我方工程受到攻击，受到攻击。孵化更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孵化。孵化更多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孵化。更多，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我方部队受到攻击，我们需要更多金矿，能量不足。
但需要更多金矿。我方兵队受到攻击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能量不足。我方兵队受到攻击。干，太难打了吧！我们需要更多的金矿。我方部队受到攻击。哎，我刚好是输啊，靠腰。金矿场。啊，太忙了。受到攻击。哎，但是。我方部队受到攻击。刚还以为要赢了，继续。小鸡巴后继无力。哎、欸、靠，他二攻二防好，我还没好。好，该修。杀是两，杀一之一对不对？还是零之一啊？忘记了。黄金练习天梯要注意什么细节，或者怎么练习？啊，你就找个好的流程练啊，找个好流程练啊。我觉得我刚刚应该不要跳三本，我干脆就是龙狗毒打到底算了。哦、Blacky Moon， 哇，好难念哦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我要用同一招了。17D， 我们需要更多金矿，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那个小王鸡不知道谁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，孵化更多王虫，孵化更多王虫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，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，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回头打重新，刚刚天帝打了一个钻石，哦，小廖有赢吗？
宠。哎，空的，干，空的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干。我方部队受到攻击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我们需要能量不足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我们需要。抱歉，好像守住了。啊，没升到狗数啊！我们需要更多金矿，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屌你 ！Easy。Happy birthday！ 哦，今天兵哥生日哎。好，继续。重打人，忠实人类，我要被虐了。金矿，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我们内建浏览器不会直接跳
矿搞得我好烦躁。这边有人会用 HT Fur 的大大吗？有人会用 HT Fur 吗？有没有会用 HT Fur 帮一下那个X I N O R Y X？靠晒一波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山寨版 HTC HT 分。靠！你们就不觉得我会打赢吗？我的重打人，我刚差点框到所有的工兵，然后按 S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哦。钢矿树科技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我们需要我方部队受到攻击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我们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我们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能量不足。要开二之一啦，孩子们，二之一确定啦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，我们需要更多金矿，我们需要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，能量不足，能量不足。我方部队受到攻击，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
化更多王虫。金矿，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我方部队受到攻击。哇哇哇，好猛哦！孵化更多蝗虫，我们需要能量不足。孵化更多蝗虫。干，烦不烦啊？受到攻击。
金矿场已经耗尽，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我方部队受到攻击。我方城中受到攻击。金矿场已经耗尽。城全受到攻击，孵化更多蝗虫。我方孵虫受到攻击，金矿场已经耗尽孵化。我方孵虫受到攻击。我方部队受到攻击。我方部队受到攻击。我方部队受到攻击。城巢全受到攻击。宗师120，他说啊，打奇怪的话，回他口圈圈啊。宗师生气了。哟，哎，这不是火星砖，哟，打得好，谢谢你 ，CFM33， 我决定我要加你好友。你们知道现在Twitch可以加好友吗？口圈圈啊，口圈圈就是口圈圈啊！哇，火神刚赢了，好猛、哦，猛！哦，他赌二之一赢了，是吧 ？OK。1407奶，加好友有什么用哦？就是你可以跟他聊天啊。来，明选一，我也来加你好友。好，我们这次换神族好了，我们再换神族三场。Chinese is so funny the language。不加好友也能聊天，哎，没错，哎，有道理哦。哦，对耶，没加好友也可以聊天耶，对耶。三场神族。
威哥，神族三场胜负关系如何？2/3。可是你们不觉得我的虫族比较猛吗？我是不是应该用虫族玩啊？这样打一打，对手变强了，搞不好我的神族就打不赢了、欸。嘣嘣嘣嘣！今天啊，今天早上我去健身房运动，大概12点的时候吧，运动到现在这两边都。举不起来，超痛的，超痛的。再练一下人族就可以随机了，没有那么容易啊。哎，我的梳子呢？奶子很痛啊！啊，神族 go！ 手举不起来，应该已经受伤。干，真的很痛哦。威哥手做上宗师，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我是他这个分数啊，大师前80哎、欸。你看我今天一直收宗师，就知道我快上宗师了。不嘴炮。哎、欸，还是我玩虫族玩到虫族上宗师啊！哇，这有点实力耶、欸。我如果虫族也上宗师，表示我神族跟虫族都上过宗师、欸。就很酷吗？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宗师上再抖那一次，好，冲着你这句话，我们等下先来研究一下有没有机会哦。是他大师第一名，2000多分了，这怎么上？啊，我知道为什么2000多分了，他一定是 GSO 打完休赛，在家里绕赛，然后不打，所以掉宗师了，所以2000多分。我真的觉得有机会。游戏暂停。吧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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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立上宗师可以表示凶杀。Why are you creaming? Creaming? Creaming 是什么意思啊？威哥宗师红包等很久了，真的假的？你们知道杀宗师对我来说有点困难吗？我没那个体力打那么久啊，我打每天打了三个小时就已经好累了。哇，好久，好想按开始哦。我们按开始好不好？This world is mean 87。我就是那条雌鳟鱼，我现在充满力量了。谢谢你，九五二七。星海支持一下。哦哦哦哦，欧富宝，欧富宝，哎，感谢 CFFF 三三，这是我们爷爷自备的，爷爷自备的干爹，一千台币。哎呀，我的萤幕一直停电啊，我看不到聊天室了，抱歉，我实在没办法回你们话，因为我聊天室又down了，我的双萤幕又挂了。感谢 CFF33， 如果说他是用欧付宝的话，我猜他杀人应该在超商吧，大概再买个泡面啊，还是买个套套之类的。其实我上次在这张图跟他打超难打的。还说我应该按个暂停。啊，我知道了。游戏暂停。我们也来用这个，然后把萤幕插进去。插进去。哦，好了好了，有画面有画面。游戏继续进行。我也会打高高的哦。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我看到聊天室了 ，Yes。想知道吗？斗内一百美可以，只要有斗内就可以解锁那个字，什么意思？干他这鸡巴！将荣耀献给达兰，执行官有事吗？战场等呢。哇！太白痴了。好难打哦！这整个高低都可以跳了，这什么白痴图啊？张图神族打人类也太难打了吧！我来，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非常明智，艺术。我就是那条雌鳟鱼，我现在充满力量了。谢谢你，九五二七。是
下。睡前斗一下，我看是谁斗的。哎、欸，斗杀回欧富宝是。好啦，既然有人斗一下的话，我们就要来解锁刚刚那个意思哦。刚刚那个是英文字母 P， 韩国输入法的那个 P。如果说你忘了切到输入法，就像是我们会打出中文，他们是打出韩文，但打出来的字就是那一个，所以那是 PP 的意思。啊，那刚五料盖，这是 PP 的意思。睡前斗一下，你需要研发完成，我来了，在阴影中。既然我们不知道刚刚那是谁斗的，那我们就暂且称他为豆豆先生。感谢你的斗内，谢谢你豆豆先生。等下会看到你是谁的，再给我一点时间。哦、我会lag啦，好烦哦！我真的受够我这个会lag的问题。靠，这边怎么有鬼嘞？
哇，这个萤幕整个寿终正寝的感觉，打不开。啊，有了。刚刚是，来看一下，刚刚是谁？我刚刚是 A36388085 500台币，感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豆豆先生 A36388085 谢谢你的抖内，谢谢你500台币。我没有，没有开冷气欸，超热。干，这真的是超难打的。他有没有开三框？我看一下。40哦，他两框一波，他两框一波。他两框一波，他没有开三框。刚那个工兵数量44就停了。豆豆先生的萤幕，豆豆先生，辉哥该换萤幕了，好啊，应该要换了啦。我有留言去给那个 BenQ 的那个客服了，看他会不会回我。谢谢你们两位 ，CFF 三三跟豆豆先生，谢谢你们。好，一只灵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插 VGA，VGA。哎，不对哦 ，HDNI 哦，他是插 HDNI 哦。更多水晶塔，杀灵之一的。靠，他让我以为他想盖光炮，上次这张图会盖那个点位盖死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好想玩暴风剑哦，欸，我玩暴风剑好不好，这场我好想玩暴风剑的。就这么办。每个人都会死亡，
为了夏普拉，你没有足够的，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研发完成。为博士灵爱之心，贝拉库。是先这样。先去见海贼。虚空。大侠饶命！大侠饶命！大侠饶命！本属。本属你的命令。妈屌赚一波哎、欸！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哎，不一定哦，我工兵死。传送成功。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虚空，我是玉。你需要更多高能传送成功。我会。给我们放心，伊南拉阿托。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战斗的时间段，传送成功。了解了。为了荣耀，传送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我可以穿越星。这神族有点烂呢、欸。空间立场已连线，繁荣。天空等着我。稳定吗？金矿场已经好了。好吧，有眠。本与敌人交战中，我可一之一。哎，这个神族有点烂了，我觉得分数应该不多。他的操作太鸟了，哦，当我没说，手速299，哎，好猛哦！我靠，他之前还是宗师哎，什么情况？他几分啊？1300多分哎，抱歉。有眼不识泰山，说不定人家是你的双倍那个。下一集对不对？好，好，Go Go。
哦，对啊，这个礼拜天下午一点，我们有三打三。Twins 双胞胎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嘟嘟嘟，人类，我们这场来靠赛好不好？啊，我们这场来出那个啦，航空母舰加暴风舰好不好？我这场来出暴风舰好了，我上次用这招打那个 Kevin Liu 应该要赢的，就后来绕赛啊，打出一波优势以后绕赛送兵，我这场我们来重现那一场好不好？重现那一场的配兵，但希望我们是赢的。可是这招我没练过几次，所以我也不敢说，我这招应该用不到十次吧。就是铁龟、闪电龟、暴风剑，然后出航空母舰去打人类。好吧，这场就这样打。干，谁要重现送兵？他妈的，重现那一招哦，意思差很多啊。Chinese guy, Chinese guy。该不会把它盖起来吧？挠一下。哎，他这样其实没有很赚哦。如果说我的二矿没有被闹到，他其实没有很赚。你看他公标死了，我在这边等他，他等等一定会来我的门口。阿达！看一眼应该不会死吧？让我看一眼好不好？拜托啦！喔喔喔喔 ！BF 研发完成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我就是那条死鳟鱼。哦哦哦！充满力量了，谢谢你，
天的后天是明天，明天的前天是昨天，那前天的昨天的后天呢？孔三小啊，昨天的前天是昨天的后天，那后天的前天是哪天？昨天的后天是明天，明天的前天是昨天，那前天的昨天的后天呢？啊，不就昨天吗 ？OK， 我已经解答了。游戏继续进行。啊，两个 VC 好猛哦，双 VC 打法哦，这招我很久没用哦，一旦我使出来，哼。妈妈是我的刺春，怎么听起来很奇怪？他应该没有丢鬼雷了，感觉应该是那个比较可能，就是解放者比较可能。你妈妈是我的刺春，母亲节快到了。记得跟妈妈说你是我的刺春哦，向妈妈表示你的对她的爱。哇操嘞！升级完成。下载。我来了。哇，好猛哦！干啥去啊？超明智，我们的移动是看不见的。我回来效命。北七，我还不虐你。干什么白痴啊，打不到虚空能量不足。引导我。能量不足。我来了，在阴影中。我遭遇敌人了，能量不足。幽冥网络被强，金矿场已经耗尽。能量不足。听从你的指示，战斗降临了。恩叔，我是黑暗之心。不要再白痴了。让敌人尝尝我来了，在阴影中。研发完成。给我们方向。天南啊！天空等着我们。幽。
金矿场已经耗尽。有点难以人潜伏在哪里？你需要更多。卡萨，将荣耀献给达兰。哇哇哇哇哇！打猥琐的这个，哇，看来这场没有那么快啊。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打猥琐的，我的指令。Kinala Atom。手势。严。虚空不能拨开。升级完成。你的战士们正在与敌人交战。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我是御史，我的虚空。哎，我有身体入口吗？哎，有哎 ，nice。那我不给我们为艾尔而生。我们还啊，已经耗尽，想空投。我是御史之上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稳定啊，知道怎么输。天空等着我们。是。我遵守你的命令。我们是卡了。我们。我好快踩完了。当你面对一个龟公的时候，该如何战胜他呢？答案就是不要让他开矿。金矿场已经耗尽。天空等着我们。了解。
金矿场已经耗尽，我需要一台冷静。我们和鹰眼是一体的。不能，金矿场已经被特猛。升级完成。它真的很贵，我怎么受得了？我们和鹰眼。高能瓦斯永远已经枯竭。我的是，我们需要跑。战斗的时间到。我们的心灵是一体。遵守你的命令。升级完成。升级完成。那、啊、到底想怎样啦 ？A 不 A 啊你？你又没机会。金矿场已经耗尽。我们和鹰眼是一体。他不会玩 A 了，我受不了了。原来受不了的是我。我不能不开阿特蒙。我们不可以。你的战线没正在正受到攻击。我。我们是卡，我们不能，我的是。他是来换兵的。我们。哎、欸，好强哦！有实力耶！我的实力，我们是卡拉之光。金矿手机狂欢场，高能瓦斯永远已经枯竭。好，我们是已经知道。我们需要导引。心灵是一体的。我们准备引爆了，瓦斯永远已经太急。我们进入哇，看起来感觉就上瘾啦，不好说啊。啊，还好吧，普通音霸而已啊。谢谢。啊，谢谢。我不吃宵夜。我没有那个意思啦，就不吃呗。金矿场已经耗尽。
金矿场已经耗尽，回波白球。我们需靠守卫正在远程守阵，这样好玩吗？这样虐人类，你们觉得这样好玩吗？好傻啊！就是要这样虐人类啊，才有快感啊！继续，好，把我的萤幕打开，萤幕又坏掉了。怎么办？需要一台新的萤幕。干了。哦，整天在那边瞧这个就饱了。好，所以我们的赌盘是开二之一，对不对？二之一嘛。好玩的。我刚刚想出圣母剑，就被他围巾截了一波。不然我圣母剑应该是我正准备要做了。好啦，Win。好，所以我们是开二之一嘛。好，一点半，好，差不多啦。我等等可能会开台打炉石，有可能。那差一点半也差不多该休息啦。然后我明天下午要出去晃晃，带哈子。明天下午跟阿吉号罗特哈子会出去玩，所以明天下午我们都不会开台。我开台的时候应该是明天晚上了，明天晚上会开，那下午是肯定不会开，然后晚上会开，然后礼拜天下午一点开始就是打三打三打24小时。如果说我们有冲到天梯第一的话，就会提早休息，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会打满24小时啊，应该是会啦。好啦，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啦，谢谢大家的收看哦。这个是我的粉专。希望大家可以帮我按个赞。然后这是商城，你们如果说有想要，譬如说你们可能觉得想要支持我，然后又不知道，又想要得到一点东西的话，你可以去买商城上面的东西，这样子一来是可以增加我的业绩啦，然后我也可以跟厂商，就是譬如说你们买了很多刘妈妈，我就可以跟下一个厂商说，哎，我你看我刘妈妈卖的怎么样，然后就有更多合作机会，那这样也可以改善我的生活。好，五月份没有 GSO 很可怜啦。好啦，先这样啦，睡觉啦，大家晚安了，我们明天晚上见咯，拜拜。想听
在我的梦里。现在几点了？你在做什么呢？好啦，小周末，大家晚安啦。